今天一大早6点钟，工人就开始叮叮咣咣的干活了。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柱子呢，是一边打一边支啊，两个人在支，然后3个人在打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速度可能会没那么快。今天他们把有的这个打过的、该拆的，今天都会先拆掉，拆着打着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把这个柱子好好的打一下。这个柱子打的看的还是可以的，整体还是比较光的。
今天这个柱子打得有一多半吧，差不多估计再有个半天左右应该差不多可以完工了。好了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视频再见。